谁在讲话？小朋友啊，在说台语啊。他们说什么台语？不灵机啊，是什么？北灵机。北灵机啊。对。妈妈丢。你说丫丫，我来给你吃饼干，你要不要吃？要不要吃啊？要不要吃饼干？要找瓜牛。要找瓜牛，那你跟丫丫拜拜。拜拜。拜拜。